既然如此，便一命抵一命。戚霞玲，验证别人。杨采薇，你杀死我的妹妹，利用巫术顶替成她的身份。 这件事情你承不承认？我假冒不假，可事出有因，并无歹意。告诉我，你为何杀死我的妹妹，换走她的身份？ 潜入京城，潜入我的府邸，你到底有何打算？上官公子，我早知你百口莫辩，既然如此，便一命抵一命。 小心劫囚！动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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